最公平真的是各奖。如果呢人气奖得奖的话，你就跳澳门卡。那如果我们主持人得奖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加薪。主持费还是比较实际，比如一个人加10000之类的。哎，你说好了，你说好，大家到底说好了，都说好。饥饿游戏主持群怂恿制作人跳澳门卡，七年主持费没涨，孙协志带头求加薪。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。真的要碎了！5566大马场演唱会彩排时间和今年金钟节目类颁奖典礼撞期，估计饥饿游戏主持群五缺三，将由饥饿双叔代为出席。我这个要求呢，尽量以人形立牌为主，对对对对，不要以拿照片为主。我只有这个要求，是尽量对，不要用照片，尽量不要肩膀以上的大头照。你走进去而已，蛮难过的。你愿意露个脚？你到时候可能要考。他连在饥饿照期都不愿意露，哎，他都不愿意露。玩沙玩水，他天使要穿着袜子，脚趾跟乳头，脚趾要保护，所以可以一个人用乳头这样。对，好像可以一样，就是适当的时候才可以。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会算？完全加成的时候。谢谢豆花妹帮忙转场。讨论完战袍，话题持续围绕金钟最佳人气节目奖，制作人无所不用其极，希望主持群帮忙拉票，没想到却成为众矢之的。如果大家投票这次人气奖，如果大家真的把主谋拱上台领奖，主谋你跳澳门塔，敢不敢？然后跳完直接领终身成就奖。你要让我们大家有帮你投票的动力，这样我们会每天都帮你抛文哦。哦，但是如果人气奖没有得的话，几位主持人选一个奖，没有这种事，为什么？最公平真的是各奖。如果呢人气奖得奖的话，你就跳澳门卡。那如果我们主持人得奖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加薪。一直在强调加薪，什么都没加过啊，七周年都是持平这样。你要知道，他们连发奖金、连便当都省了，他怎么可能会加薪？主持费还是比较实际。比如一个人加10000之类的。哎，你说好了，你说好，大家到底说好，大家都说好。而饥饿主持群的竞争对手宪哥曾在他棚信心喊话：如果可以拿到那个讲座的话，我还是要把它，拿去给这个小鬼的爸爸。身为小鬼生前女友的圈圈，对此他也回应了：我没有看，因为我前阵子都没有什么时间看，但是就是我大概可以理解。很棒的礼物，想要跟爸爸，但是还是要帮我们成长。